Hello Angus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啊，我是妇女剪裁的小编啊。多谢你帮我哋嘅计划咧，设计咗咁靓嘅口罩同埋口罩袋啊。点解咧？你咁专注去做可持续嘅设计嘅？因为我哋嘅行业咧，成日都被誉为咧一个高污染嘅产业啦。咁所以作为一个设计师，系有一个责任喺度去善用啲资源同减低个污染嘅。哦，咁你咧系点样实践呢个可持续嘅概念噶？咁我哋除咗一啲設計成衣系列之外咧，我哋有一個叫 Ancares 嘅環保企劃，咁係透過同唔同嘅企業啊，或者一啲社企去合作咧，去推廣可持續呢個概念俾一般嘅公眾。係，咁我哋呢個計劃嘅口罩咧，有啲咩特別嘅地方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？咁我哋嘅呢個口罩袋咧，就用咗一個摺疊嘅設計啦，咁喺清洗方面咧，係會更加容易同埋乾淨嘅。咁而我哋本身個口罩咧，係用咗好多立體嘅剪裁啦，會增加嗰個貼面度同埋嗰個保護度嘅。咁你見到咧入邊咧，佢呢個全棉嘅一個底層咧，係會令到嗰個穿戴嘅人咧更加舒適。咁同埋我哋都係加啲濾芯落去咧，去增加嗰個保護性嘅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今次我們用了兩個色系呢，是非常之方便我們去襯不同的衣著，有別於傳統的口罩比較單一些沉悶一些，我們希望是增加那個一個時尚的感覺。好啊，麻煩你，我都不阻你做事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